商人陳振聰今日獲釋，朝早大約9:30拎住大袋文件同聖經離開赤柱監獄，重獲自由。笑容滿面的陳振聰同多個親友逐一擁抱。多謝大家，嚇，辛苦曬，辛苦曬。有冇咩感受上房啊 ？OK，OK，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上車之後，佢又校低車窗收禮物。之後有冇咩打算啊，陳生？去食嘢，常吞麵啦，係帶媽媽先啦，帶媽媽先，帶媽媽先啊。係啊，係啊。喺公如心遺產案當中敗訴嘅陳振聰，因為偽造和使用虛假文書，被判監12年。由於在獄中表現良好，扣減刑期服刑8年之後出獄。